轻的网红同台了。美人姐，不要这样，你也太我们很年轻，然后退到那边去。我们先跪，我们先跪。不要了，跪下去，哭了被美人姐。美人姐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来，口罩先拿掉啊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非常热情。今天非常的这个荣幸啊，与咱们这个青山红哈，这个又一年一度的这个大宴会，谢谢。那每个人都来这边啊，这个来祝寿，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可以跟你们一起唱歌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敢不敢，是要大家一起特别大这样。对，我们大家要唱个很重要的歌。嗯，对。不过呢，美人姐来到这边呢，也是要跟我们一起同欢同乐啦，对不对？是是。那今天呢，听说我要去请一个特别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是的。好，那等一晚上，没错，等一晚上，众所瞩目，众所期待。阿你为了卖给讲，想来的对吧？是吧？直接接好，我们先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先道具，好吗？啊，有。我们先把我们后面的最重要的今天的一个奖品呢，这个东西跟比前面那个还要厉害了，因为这是加持过的。来，我们先请上道具。哇，满满的寿桃。哎呦，满满的寿桃啊！哈。对，哇，啊，想也再提掉哦。这个寿桃，待会呢，我们呢一样哈，大家赶快把美金拿出来，来美金来，我们的1元美金哈，来，美人姐中间请哈。好，对，我们呢，待会呢一样哈，再度的呢，我们要请美人姐来帮我们抽哦几个号码，然后呢，我们对到号码的就可以得到呢我们临安尊王祝寿的这个寿桃一个。哎，你这个印的很像哦。啊，没有，这是真的，是真的，这真的，是真的。这金价还开哈，十斤，对，吹出来，这起码30几块，哎，就30几块，这看得起啊，再放2天可以变35块，嘿，汤啊，好了，我们呢，希望呢，这个待会呢，透过抽奖的时候呢，我们来送大家，可是呢，你不要以为寿桃只能拿来吃而已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大奖还没送出去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？iPhone 14，没错。在这里面吗？当然不在这里面，但是我们都要把它放进去。暗藏玄机。对，所以呢，在这边我们要先来请我们的美人姐去恭请那一个曾有 iPhone 14的寿桃。啊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在我们的临安尊王的座前呢，除了有那一个佛手瓜之外，旁边也放了一个寿桃。这个寿桃里面呢，有一枚吸管，藏了一个纸卷，上面告诉你，恭喜你获得了 iPhone 14。他今天整晚就放在我们临安尊王前面，没错。所以到底谁能获得呢？有缘人得知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美人姐来到我们店内，恭请那一颗寿桃。寿桃。哇，今天有我们的这个尊哦，感恩嘎奇。是的，嘎奇怎么？没错，没错。哎，我觉得拿到这只手机啊，大家运气会很好。对，这只手机是完全无勾比。对，是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来，透过我们现在的屏幕上的画面呢，看到呢我们的郭执行长正在呢恭喜那一颗寿桃呢，哎，请下来了，准备交给我们美人姐。好兴奋，好兴奋哦！我们整个鸡皮疙瘩哎，心无边界的大家看好，是我们今天的 iPhone 十四，来，掌声！各位香港，各位香港，来，嘿，这粒，这粒手套价值30几块 ，iPhone 十四啊，因为 iPhone 十四就伫内面，哎对哦，先等你再甲敲敲的，安尼，阮请美人姐甲敲敲的好不？我们来搅一搅，搅一搅，嘿，我们请美人姐把搅一搅，嘿。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哈，他就在里面了哈，对，他在看里面了。美人姐，当一放下去之后，我就已经到敲哪到敲姐，我已经看不到他，我也被压了。前面借过一下下，夹，然后夹稳哦，哎，哇哦。来，下面有掉的哦。我刚很尝试的在看它上面有没有任何的记号，看不到，没有，结果没有。这一切公平，公正公开，一切公。喂，埋成这样，埋起来不知道在哪里去。对对对，啊对啦对。来这边呢，我们来大家站开一点哈。我们呢为了怕大家待会暴动，太兴奋，兴奋到心脏病，所以呢我们这边先告诉大家，待会哈 iPhone 十四呢，你拿到的这个我们一样啦，照刚前面的哈，抽这个美金上面的后面一码，对，后一码上，对，因为哈，这个将近100颗了，哎，100颗，所以说我们就是150颗，有150颗，那就是等一下哈，我们就把这150颗凑足哦，好哦，他凑足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始，好，先做一个祝寿，哎，先做祝寿，吃寿桃，是吃寿桃的时候，谁咬到 iPhone， 哇哦，那就是他的，所以待会我们先唱生日快歌，哎，对对，好。
但是现在呢，我们邀请呢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呢，我们在介绍之前，我们请大家先站起来啊，来，全体请起来。还有我们的这个荧光棒点亮，点亮哦，帮我们林安壮点亮这一盏光明灯，光明灯。来，大家点亮哈，好，好，大家心态健康哈。是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大家转向我的庙前呢，哦，来攻向我们的林安诸王哦，林安诸王来这个呢，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哈。好。来，大家把荧光棒举高高哈，荧光棒举高高。